出血了，有血回来了，流脓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小辉，给驴来修蹄子，然后带大家看下去。回来，哦，叫了。你看看，走都走不了。装车的时候不要往小叫，叫它干嘛？叫了这个还得叫。叫了这小姐儿。拿一个垫子带，就带饿命的。哎呀，河北的鸡都开了。哎呀，站着。你看他那个底儿可湿了，流脓了。啊、哦。看。那叫上来了，漏天儿。漏天儿。烂成这样。当心脑球儿，干嘛弄？这不能弄了。他那个胶圈应该疼。这个应该没事，刚才那个。你这刀一小血，我看见刀上就有血。看这个，他这是整过了，弄过了嘞。咦，好嘞，点吧。呵，一股子酒味儿。烧酒。陕西的烧酒。喝杯子。这得摘吗？烧油烧了一下。走走。哈哈，不走。你看，应该不压走，要压好人治治，你不给人治。这老干，你说。哎，你梯子不修了？修了，修了。这忘了，你看看这铁梯子是吧？地上落平了。这成了泥泞的。哪个不修啊？不修。我前天等你，还是不敢走。